你在干嘛？我刚刚过了啊。光里面呢，就光几个原色。光它是一个介质，有一个红色，有一个蓝色，一个绿色，一个绿色。这个我知道。然后呢？经常睡觉，对，晚上睡觉。抬手刚去凝结。然后呢？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我都说在一起呢。白色，对不对？啊，三个加在一起之后就变白色。我们有试过用电脑的那个荧幕来做控制，可以看到这个效果。你如果把这两个关掉呢，就是红色；把这两个关掉就是绿色；把这两个关掉就是蓝色。啊，那你当然可以去凑不同颜色，红色、蓝色凑出来紫色，蓝色、绿色凑出来那都不开就是蓝绿色。哎，绿色是青蓝色。青蓝色对，青蓝色。都不开就是白的吗？都不会黑的，你的关键就是黑色的。所以假设你正常在电脑控制的话，你设定那个 color， 如果等于零零零零零零是什么颜色？黑的，就是黑色。那如果是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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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什么颜色？啊，白色嘛。那为什么你说哎，为什么是 F F？ 为什么是文字？记得什么字？什么叫过来？啊，被叫过来。哦，被叫过来 ，OK， 对啊。啊 ，FF 是为什么是 FF？ 跳开那个，好可怕。为什么是 FF？ 因为它是，这就是十六进位哦。十六进位，我一般来讲十进位，你的数字会有零到九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十个符号。十六进位呢，它是零到九之后没有符号，用什么？用 A B C D E F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多六个符号，啊，这个意思，所以是代表的是数字哈，只是它的进位方式不一样。哇塞，你的 A 看起来超像九的。啊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你的 A 比较像九。那在光线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看到阳光下来是白色的。那如果说，譬如我们现在看到羽绒的这个衣服是红色，为什么它羽绒衣服是红色的？因为它蓝色跟绿色关掉了。怎么样？因为它的蓝色跟绿色关掉了。关掉了哈，它实际上是被它的衣服吸收了，被它衣服把蓝色跟绿色的光给吸收了。不是，看出来，羽绒只是一个程式好吗？对对，我今天讲的是羽绒的衣服，它的衣服哈把那个蓝色跟绿色给吸收掉了，所以它反射出来是红色，所以我们看到红色的光，好，我们看到红色的光。那像这个。铝门窗比较像黑色的，那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因为兄弟也是黑的，把三种颜色都吸收了。OK， 非常好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拿那个，你有没有去教堂看过那个窗户有没有？它有时候贴一些七彩的玻璃有没有？看过破掉的。啊？我看过破掉的。看过破掉，它那个樱花式的那种玻璃有没有？光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，哎，这边讲的是红色的光，这边讲的是绿色的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边是红色的光？哎呦，那是角度吧？角度吗？光透过去。角度吗？记者，你刚说什么？角度有很多形状。记者，你刚说什么？角度有很多形状。叫光透过去了。什么？再讲一遍。你说是什么地板放彩色光？听不懂。我听不清楚，大声一点。你说地板有彩色的光？不是地板，我说那玻璃啊。我说玻璃啊，光透过去，那光有颜色。光的颜色对啊，为什么只剩下红色？哦，玻璃。因为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红色最屌，它把其他都打败了。因为那个玻璃，中台只有我可以显示。玻璃是绿色。你拿什么奥利多不白？ Okay， 因为这是红色玻璃，这是绿色玻璃嘛。实际上，它之所以是红色玻璃或绿色玻璃，或者换个角度想，它叫做这是一种滤镜啊。它把绿色的以外的光全部反射掉了。把红色跟蓝色的光反射掉，所以它只剩下绿色的透过来。那我们把球在这边呢，它是把蓝色跟绿色都反射掉了，它只剩下红色的光透过来。休逸反射的标吗？为什么它可以把别的反射掉？每个材质有不同的特性啊，我们能这样讲。那我，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吸收掉所有的颜色，变成黑色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对，因为它每种物质它可以吸收。那我要把修一身上所有的颜色都吸收到我这边。你未来如果在学的话，实际上这叫做吸收光谱。它可以学到为什么吗？吸收什么？
因为这跟电子的影响有关系，电子的跳动有关系，这是一个特性，你只能去分辨它为什么就这样。比如这个原子，有它的原子，这个原子的电子从这边跳到这边，它可以吸收掉某一个波长的光，这波长的光如果对应到红色，那我们每次这个东西阳光照到这个物质的时候，会让这个光跳动上来的时候，它把红光都吸走了。红光吸走之后，这个光照到这个物质，再反射出去之后，就没有红色的了。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个电子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它所需要吸收的光是不一样的，每种物质都不一样，每个原子都不一样，所以它会一直不断的吸收掉很多不同的光线。那吸收掉之后，你就看到的是剩下的东西，就剩下的。那像这个光也是一样。然后它透过去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说这滤镜一部分是反射，另外一部分就是吸收掉，它有可能吸收掉。那只要能够透过去的，就只剩下红色。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哦，在这个红光下面呢，假设我把一个物体本来是绿色的，但是我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我看到一个窗户，它只有透过红光。我在这房间里面，我看到这个物体会是什么颜色？咖啡色吧。红，对不对？绿色。红色加绿色。咖啡色吧。红色加绿色。那我别答。我是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就猜猜看。一定是白的。白色的。白色。我纯洁无瑕的心灵会把它们照亮。黄色。啊，没有人。黄色。黄色。红色。还没说话呢。你水彩调到会变成这样当的颜色，水彩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荣轩猜一个。这个是错的。荣轩，你也猜白色吧。不要理他。想想我纯洁无瑕的。来，一晨猜一个。哎，白色。我不懂这是什么东西。橘色。一个房间里面，当这个玻璃光打开的时候，整个阳光透进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东西是绿色的。橘色。那我在这个地方放上一块红色的玻璃，让只红光透进来，只有红光透进来。加绿变什么？我看这个绿色，原本是绿色的物质会变成绿色。你说原本水彩还是光？黑色。水彩会变成？有黑色、咖啡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红色，还有不知道什么颜色。那个颜色很难说。很难说的颜色。对。一晨要说个颜色。哎，都没有说牌子哦，你们是人吗 ？Orange。什么？所以应该还是绿色。绿色，来，黑色，黑色，好，黑绿。比如说刚刚怎么黑色？我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就黑色了。因为房间没有灯。一片漆黑。啊，我改，它应该是红色的。红色的，好。首先呢，如果它是红色的，它必须能够怎么样？这个物体必须能够反射红色的光吗？没错。可是它现在红色的光可以反射？有啊，照进来的光啊。因为红色的光。它会吸收的。红哎，绿色光，它如果看到是绿色，它必须能够反射绿色的光，对不对？可是绿色的光被这玻璃已经挡掉了，只要进来的光是绿色的，没有，没有绿色的，所以它也没办法反射绿色的光，没有，而且呢，白色，那红色的光进来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？Black， 吸收了，那就变黑色了，它就变白色，所以这样黑色了，哎，白色了。白色是三个颜色都会反射出来，才白色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黑色的。它绿色的把红色光给吸收了，那另外红绿色光跟蓝色光根本就进不来，所以这样看到它就是我要学粉红色。所以当我想要看到它是绿色的，我只有把这边变成白色的光，或者是绿色的光，我才能看到它是绿色的。啊，我如果用别的颜色，是红色或蓝色，我进来的光，我都不能让它反射绿色，因为绿色光已经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知道吗？酷啊。然后再问个问题啊，我们常常看到植物的叶绿素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，非常好。干，真假？植物的叶绿素是绿色。所以呢，这个植物。阳光照到它之后，好可爱啊！它会产生葡萄糖，是它的养分，它可以让它吸收长大。那我们人类是吸收。所以小明就说：“哎，既然它是绿色呢，表示它需要绿色的光，我就给它用绿光给照。”
然后就跟蜘蛛会长得更好还是死掉？死掉，死掉，好。因为小兵，啊？那因为他透不过去，透不过去。是不是？没有，随便讲的。他需要的是阳光。它需要阳光啊，绿色光是阳光的其中一部分啊。需要绿色的，但是绿色不是它需要绿色的光吗？我知道。力量不够。对，它一定可以活下来。啊，它可以活下来，活到好的，活得更好。对。活得更绿。需要的不是绿色的。它需要的是绿色的。它需要绿色以外的。好，非常好，它需要绿色以外的颜色，因为其他颜色被吸收了嘛，它吸收的能量是其他颜色嘛。绿色的光不要它反射出来啊，因为它原本就是绿色。它不要的光是绿色的，绿色光才反射出来。它要的是其他颜色，其他颜色的能量都被它吸收了。所以叶绿素它需要的能量是其他颜色的，其他不同的频率。就说每种光，我们的光照射不同的频率哦，每个光都有不同的频率，但是每个物体它能够吸收的也都不一样的频率。就我刚刚讲，你的电子跳动的过程当中，它需要的频率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些东西被吸收，有些东西更不会理，它就反射出去了。那人类皮肤比较黑、比较白的，其实也是吗？比较黑、比较白的，是这个原因啊。我不要黑的，我就摆出来。有可能，但是那部分你没有控制的，你们没有没办法用你的脑袋控制它哈。好。这大概是光是这个样子吗？有啊，那黑光渣，每个人每个皮肤黑人说，我不想要黑，我变白，然后黑就跑出来了。第十页有几个实验哦，要做哦，但是我不准备利用那个课程时间来做。好，课程时间呢，我们上课，但是这部分几个实验大概我们都讨论过了，实际上你要做也很简单哈、哦。那你要做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利用那个作业指导时间来做。那器材呢？我再到时候拿给你。啊，所以个别去来操作这个实验就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操作。第几页？第十一页。十一。哎，我没有给你十一页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我不是硬性的，还啊，放在你们的夹子里面。夹子里面。你们去夹子上拿。哎，我要夹子。你要什么夹子？我不知道啊。在里面啊，那个作业后面的作业在里面。好，然后那个，我们先看第十二页。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就被烧到了。有吗？